亲爱的是一部会让你掉眼泪的电影，光看赵薇的表演就值回票价。姐夫为什么我奶奶在深圳工作上几年不是我嘴里有没有实话陈可辛最新力作《亲爱的》取材自中国社会真实人物赵薇，洗尽铅华饰演农村妇女。有一场她被警察抓到警察局去，然后蹲在地上被审讯的那场戏哈，她的慌张，她的不知所措，然后她表现出一个真的是因为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农妇的那个感觉。光那场戏，我觉得她就可以得奖。亲爱的揭露中国拐卖人口社会怪象，对比骨肉之爱与养育之恩，对社会进行严密控诉，当代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观察。其实陈可辛还是把这些议题巧巧地镶嵌在这个电影里面。异想世界本周带你深入陈可辛新作《亲爱的》，体会为人父母爱比天大的执着。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